由体育电影奥斯卡之称的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总决赛日前正式移师北京。除了各主办领导及嘉宾到场助阵之外，著名导演梁百杰携与吴宇森联手打造的最新力作《极朗青春》前来参与展映。在当天首次公布的一版超长片花中，黄晓明、陈乔恩分别饰演金牌运动员与麻辣女教头，两人在片中不仅因大量动作戏划龙舟到手软，还不忘动中调情，演绎浪漫纯爱，可谓相当辛苦。而此次能够入围米兰体育电影节，自然是大事一件。远在宝岛台湾的陈乔恩更以一段特别的 VCR 素来祝福，极度难掩。大家也很想要看到当初我们每一个人这么用心花很多心思还有心血去努力的电影可以让大家看到，所以呢真的很开心。此外，著名导演陆川与李少红也于当天亮相现场，与著领导共同为该系列活动的清风亮剑青年文化人才发现扶持计划拉开帷幕。据了解，该计划将以微电影入手，发现及扶持青年导演人才，全力打造体育微电影的展示平台，让青年文化先锋在自己专属的舞台上尽情绽放才华锋芒。五四三二一，缘起奥运，完成奥运精神，在新的奥运年，我们留下对中国体育电影事业蒸蒸日上。